有想要赶快和好吗？没有。到。到。我这一趴我第一次。小坤坤。来。我不会，你看我。你找这个跑步会太激烈的运动吗？不会，我们没有跑步会。这东西其实还好，还蛮贴心，都让演员再累但有睡到觉。Okay, 精神是吗？啊，真的。你他们说睡比较多的都脚重啊？因为昨天担心有超到。你现在状况看起来的确没有睡饱。专栏。那一大早就要开始这样哭？没有，我就正能量，我笑死了。笑死，哈哈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风吹，风吹，风中一张被。生跟单亲急转直下，有想要赶快和好吗？不断的错过在子生跟单亲中间，那最后再和好那个力量才会比较大。那有没有觉得很冤枉？就是小孩其实也不是你害死，但是反而是被怨恨那个对象。那你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没有跟他说啊？再生一个就好了。这样子哦，对啊，就是所谓这个夫妻吵架嘛，床头吵床尾和，没有什么事情不是那个不能解决的。对于哥哥这目前遇到这个状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跟你讲，我很难回答你，因为。这一趴我第一次来，现在回忆起我不在啊，所以他们才会说我现在才敢来，我不知道状况。那你目前的状况呢？你跟凯虹的状况？凯虹的状况吗？我也是一路煞过江，但是凯虹哦，我们先走起来看看他前面。新来米店，现在都是在忙小孩的事。小坤坤，过来。
你这样行李有后吧？啊，你这样行李有，我叫破破机啊，破败的破差的。我们现在就忙小孩的事啊，因为单亲跟子孙啊，然后彩虹跟子虹啊，那个头呢？那个头呢还在啊？对，往下走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这头呢，为什么会负担起呢？生命韧性太强。对，还有再生的能力。观众现在就说：“啊，四羊还有这一对可以看。”对对，我们现在是享受平凡的生活。真的。那要 rap 一下吗？辛苦的是站在上面的戏，还是跌倒的戏？接下来吧。稳吗？撞到巨头哥。啊，有惧高症吗？本身？我还好哎，就是开口其实我都不是觉得高度还是怎么样，是伤心的事情。是伤心。然后你看到那底下，你会有点害怕，然后你又想等一下要摔到地上去，心情很低落。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希望是阴天。然后我就打开那个 A 桌，下雨，上面真的下雨哦。可是我看到那个蓝天，云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复杂。看我。哦、真的，那你刚才有说希望今天是雨天会比较凄惨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不觉得一次自杀，然后阴阳高照，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感觉心情很好，还在接受那个维他命 D。不要这样子。